条烦恼的背。这个故事要对倒位讲起，这是一个无名之徒的路浮浮沉沉。别人安怎看，伊总是不管，拄到无欢喜的代志，总是表现不满，拄到倒弯，个性也徛倒款，有一种美感早就落地。伊甲电脑之间，人生无目标，简单目标学袂巧，嘛学袂晓，但是破袂掉，心破袂了，伊好兄弟终于袂掉。一摆过一摆，伊心灵起伏破坏，是一两摆又歹改，前至少拢爱欠变改，袂记你是大阿哪交代，袂记你是大爱爱，这是啥物世界？想袂起一个所在，无人知，无通解，无通爱，从痛苦到放来，到放来的痛苦，现在也晓得烦恼，晓得艰苦，晓得每日暗暝困袂好，定太清楚，恁看袂着。我想知影我感受的苦楚。世间的我，大家拢想要和我拼亡命的日子，予我看清现实，我却不知行。浮沉人生，亡命之徒的声音，却永远消失伫清气。一个亡命之徒的故事，伊对家己的生命并无啥物顾虑，搁有为着金钱无通考虑，搁会记得第一届望到清气挂清气的感慨，我经偌济届忍耐享受，甲感受济好歹，别人的人生只像叶向光飞，我爽快趁走偏的人生，只有乌无白，想要好，伊想要走，但脚踏发如石，煞学袂晓，伊学袂晓，感觉吐袂了，敢若亲像狗，但是开袂了，空洞的生活，目睭看着灯仔着味，放弃的青春趣味感觉，袂好等去坐咧。暗暝，伊坐伫海边，望着天顶的星，海岸线的边的海，影像亲像复杂的心，七七一支一支点，迄路一步一步行，除了金钱甲权利，想要甲身边搁剩啥？一段故事无结局，搁咧继续，找出伊一生失去的彼片快乐。世间的我，大家拢想要和我拼亡命的日子，予我看清现实，我却不知行。Sorry.